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今天教你唱《追光者》这首歌，换气口已经给大家标好了。然后呢，前面的三句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唱呢？就是每一句都是从大声到小声这种感觉去唱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唱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定要弱下来。我是浪花的泡沫，你可以听到老师的处理是前面几个字是稍微大声一点，然后后面几个字稍微小声一点。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那么副歌部分应该怎么去唱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画出来的这个根字是假声，这个假声它的咬字有一个归韵的一个状态。我可以跟，好，跟，有个鼻音出来，所以在唱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根字一定要归韵好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好，下一句等字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。我可以等，也有个嗯字，一定要把它唱出来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。好，这个管字呢有一个下滑音，我们可以把它唱成两个音。不管你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